就翻嚟點啫。你唔使唔使温書嘅，其實係冇乜所謂。冇乜所謂。咁啊，下星期有觀塘區兼職喎，你翻嚟睇下夾唔夾到咯。你問下我。哇 ，Rita， 我記得我幫你出嚟。最後咩？翻嚟翻嚟。我攞埋網上，我唔知。試下你帶兩。一號十幾層？試下。38籃板，一球快攻。衰咗一個轉身，好靚喎！23號兩分，係啊，華麗轉身啊！佢轉得好靚喎，23號，沈偉賢啊！阿 Ken 走三分啊，38號兩分。用石搞咗23號兩分。好鬆啊！呢球員都有少少犯規。20號起手兩分。好聰明啊！挨身啊，即係都話對方使唔使犯規先？唔犯規就放冷。藍家星啊，佢同佢細大佬係同場同一隊嘅話，不過大佬未出場。6號起手。23分。24。23分。走啊走啊！哇！走背书，我犯规先。真系唔惊甩球啊！呢球成甩球呢球，就因为成球都太多，试过左右甩，左右手甩球啊！即系左右手甩球会变成点咧？就咁，加油！就因為太牛都太犀利，炒5球罰球都係呢個職業生涯新低啊！6中1，罰球。6中1真係記低佢啦，真係。罰球咁犀利。可以吹俾佢啦，今次。成日吹我條犯規，唔係成日吹我條犯規啊！試下吹下條犯規啊！今次真係吹咗，波爆又唔入啦，隨機行啊！走曬啲馬，我話啲回禮喎，我啲球技仲勤力過啲球員啊！已經好好睇線啦，但係都唔夠啲小朋友勤力，係咁跑嚟跑去。我見到圈後邊咧，市民有多人。好啦，剩翻俾1號啊。又慢又冇力啊！前翻俾3號啊，射得嘅呢個位置。兩分起手，23個籃板，38號犯規。所以最緊要尾位啊！你尾位人哋食自己都係犯人哋犯規啊！好啊，呢、這個起步靚啊！前翻俾3號再試啊！23個籃板。靚傳開球啊！十號兩分，我依啲10號啊！呢招啊，真係老力司機嘅絕招啊！單提單腳射波啊！好厲害啊！頭先個10號嘅單腳射波啊，係牛仔啊，老力司機嘅強項喎、啊！何偉霆啊！
爆抢罚球先啦。入三个篮板。不过因为打波其实超过节奏好，窒住啊，其实唔够。打出自己嗰啲好鬼流畅嘅反击啊，啲好爽嘅射波啊，完全冇。系啊，好乱啊。唉，多謝牛星，牛想又知咩事啊？入三號上籃，嚟唔到籃板。三號球。啊，兩兄弟已經同場啦，九號同呢二十位親兄弟啊，二十位細佬啊。九位大佬啊，叫嘉星嘉豪啊，而家俾阿嘉豪，得俾阿嘉星啊，嘉星記得啊，望大佬啦，望大佬啦嗱，再望翻阿肥牛啊，肥牛，兩分一號，22-17啊。哇！地下線啊！地下線啊！地下線。冇位啦！冇位啦！冇位，加一陣。好難啊！我都見唔到，有冇人放波啊？八秒，五秒，三秒飛入，白色嘅十號，十三號，十號係嘛？比分係17-22，其實個分數都唔係拉得好遠啊，兩球追到啦。啊！要轉邊啊？正轉翻啊？正轉入邊啊？轉去強邊啊？睇下有事。零號比二十。零號呢個視野又選得好靚啊！曬位啊！好似係做戲人啊！一號三號比賽，廿三號籃板，係啊！節奏要控制得好啲啊，唔係唔夠人打啊，其實對方都唔係好打得好嘅。粒話係來自呢個 Poly 嘅校嘅嘅學校嘅學生隊，唔知 City 定係 Poly 啊，係一個大學嘅校學生啊。一號起手，38號籃板。他先係來自呢個上水嘅中學校友。繼續送響罰球箭啊！剩翻40秒啊！小黎尖好似好唔滿意呢個方法啊！平平手先，24秒唔停標。
19比24，黑色暫停。